同学们，我们今天学习的课文呢，在下节课之前一定要全部背下来哦。怎么这么多啊？这么多可背不下来呀、有点伤脑筋啊。跟着大家张张嘴的话，能混得过去吗？老师要请同学们一个一个来背的，所以请大家努力哦。看样子好像混不过去了。就北宋的话，这种问题就交给我吧。看我的，圆周率等于3.14159265839793238。虽然不太明白，但是好像很厉害。这么长的数字，你居然全都记下来了。不过，你真的全都背对了吗？搞不好只是忽悠人随口说了一串数字而已。真实理，那我就再背一次，3.14159265359。跟刚才背的一样吗？不输给雨，不输给风，不畏大雪，不怕炎夏。你回来了，小丸子。接下来是什么？我说你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的说什么呢？背诵的作业。我说妈妈，房间怎么弄得这么乱呢？这都是以前的衣服，却都舍不得扔。这么瘦小的衣服，就算收着也穿不了啊。就算整理收藏起来，后代也不会用啊。你真是啰嗦。哎呀，讨厌。这个居然还留着呀。小丸子，其实背诵也是件很不错的事哦。你要好好加油，背出来。好的，不输给雨，不输给风，不畏大雪，不畏，炎夏。前面是对了，前面是不怕炎夏，不怕，不怕炎夏，不怕炎夏，不怕炎夏，拥有强壮的身体。真是的，根本就背不下来嘛。无欲无求，心平气和，恬静的笑容在我脸上涌住。好厉害啊，姐姐怎么背的？真是吵死人了，从刚才开始你就一直在念，念的我都背下来了。不愧是姐姐呀，既然这样，不如姐姐你替我背好不好？你就算我背下来了，对你有什么用呢？不输给雨，不输给风，不畏大雪，不怕炎夏。爸爸，出去的时候小心一点啦。谁让你要带那个来泡澡的？有时间抱怨，还不如赶紧背下来，泡太久头会晕的。真是个傻孩子。这么说来，我小时候也背过好多东西呢。爷爷你是吗？大正小正，森石松，曾川仙佑卫门，大赖的半五郎，小松村七五郎，痛无鬼疾，大野鹤吉，追分三五郎。这些是什么呀？是清水一家的手下的名字。爷爷好厉害，真是不可思议呀、说起来也是60年前背的东西了，在我脑子哪个角落呢？难道说我是个天才吗？小时候记下的东西真的是很难忘掉的。
自行车也是，只要小时候学会了骑车，长大了也一样会骑。那些都是因为身体已经记住了。对了，小丸子，不输给雨也用身体记下来，你说怎么样啊？哎，用身体怎么记？不输给雨，不输给风，不畏大雪，不怕炎夏。爷爷，我一定会用别的办法记下来。是吗？那配上曲调来记怎么样？那样的话会记得很牢啊。楚幽当去君何国，茶的香气，茶的香气，茶的香气，奇怪，你怎么了，爷爷？为什么想不起来了呢？以前记住的东西应该像变魔术一样源源不断的出来。年纪大了之后就会不记得最近发生的事了。说起来，昨天吃了什么来着？真是的，不是吃的咖喱吗？那是前天吃的。昨天吗？是土豆烧牛肉。真是，大家都认真点了。是呀，是得认真点了。不输给雨。殷同学，难道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背下来吗？不管怎样都背不下来呢。身为班长的我，在这种时候不管怎样都不能对身陷困扰的同学放任不管。让我来告诉你吧，我的独门绝招。绝招吗？快点告诉我吧。我的绝招就是锵锵，沙丁鱼是耶。沙丁鱼。每当我背诵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大人就会拿出沙丁鱼干来给我当点心吃哦。这么说起来的话，我妈妈确实也说过，吃沙丁鱼人会变聪明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就把沙丁鱼的头，摆在课本上，接着一直念就可以了。不输给雨，不输给风。为了不让背下来的东西从脑子里洒出来，走路的时候要轻轻的，再轻轻的。小玉，你说真的会有用吗？沙丁鱼的头也要相信才有用。不过要吃鱼的话，比起沙丁鱼，鲑鱼会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鲑鱼就算游到海里，最终还是会回到它的出生地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是呀，你记得可真清楚呢。拜托了。一天要食糙米四合，味噌汤和蔬菜少许，凡事皆不可太过计较，不放在心上，只是去听闻理解并铭记于心，在原野上松林的印翼之中，海盗第一的大人，海盗第一的大人啊，清水港的次郎长。爷爷，什么事啊？真是的，害我被踹了。抱歉抱歉，我也在学小丸子努力背诵课文呢。把这种东西记在脑子里有什么用嘛？背不下来真是太苦恼了。我回来了。那个原来是收在抽屉里的。初初挽起的额前的头发，在苹果树下初见的时候，插在额发的花梳，是如花一般的我，情思的你。红雀可真是慢了。阿锦，阿锦。对不起啊，看上去很好吃就。给你。原来是岛崎藤村的初恋呢。叫初恋呢？你和爸爸认识的时候批的，居然一点都没有褪色呢。当时还发生过那件事，我都忘记了呢。这条披肩也一直被我收在抽屉里面，好像是从那时候起就再也没背过藤村的诗了。有时候背诵也是件很不错的事情哦。好了，加油吧！如果背出来的话，晚饭就做小丸子最爱吃的牛肉饼哦。被称作无用之人，没有称赞，亦不为苦恼烦忧，这便是我想要成为之人。来，爸爸。啊，
有什么事吗？今天好像格外机灵啊。我说妈妈，之前不是说好了背下来就做牛肉饼的吗？抱歉抱歉，因为我去买菜的时候看到土豆很便宜，就把这件事给忘了。真是的，前天才吃过这个菜嘛。是这样的吗？昨天是可乐饼，前天是土豆烧牛肉。也不错嘛，反正大家都不记得了。怎么这样？然后被称作无用的人，没有称赞，亦不问。小王子背出来了吗？这便是我想要成为的人。好的，很不错。那么接下来请英同学。是是什么来着？小丸子，回去的路上顺便买些金川烧吧。金川烧，太好了。回到家可以叫妈妈泡杯茶来吃。金川烧配香浓的茶，最佳享受啊。最佳享受。秋天到了呢，爷爷。哈哈，凉风习习的秋天。出生在有金川烧的日本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也是。秋天的日本可不是只有金川烧啊。永泽，下午好。您好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好奇小樱一直都是这样牵着爷爷的手出门的吗？那又怎么样啊？不觉得这样很难为情吗？为什么？就好像永远都是小孩子。慢点。像那么小的小朋友牵大人的手很正常，可是你已经3年级了，居然还牵着手，我真是无法想象啊。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么说的话，永泽同学出门的时候已经不牵爸爸妈妈的手了吗？是的，已经不牵了。不过如果小英觉得这样好的话也可以，这是你的自由。再见。好了，小丸子，那我们也走吧。丸子，我想还是不要牵着手走吧。小丸子，怎么会？我和小丸子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了。小丸子，小鱼，你一个人？不是的，还有爷爷。你们好。爷爷好。那么我先去买金川烧吧。小丸子的爷爷好像很没精神的样子啊。是吗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我在想，原来小玉也没有和爸爸手牵手一起走呢。牵手？不是的，其实我也想牵着他，可是要是不拿着相机的话，那我就会错过抓拍小玉精彩的瞬间，所以我只好一直拿着相机，才不能够牵着她的手的。今天刚刚拍下了小玉买金川烧的样子来作为纪念。就买个金川烧而已，哪有人还特地拍照片的？这么做真难为情。害羞着的买东西的小玉比平时更可爱呢。真是拍了张好照片。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见了，小丸子。我们明天见。等等我，小玉。小丸子，久等了。爷爷，来。小丸子，要牵手。我来拿金川烧。你来拿金川烧。
泡杯茶，要浓一点的。好好。爷爷。我等等再吃吧。可是趁热吃比较好啊。没关系的。爷爷好像很没精神的样子，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。我问你啊，姐姐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牵手了呢？牵手？姐姐，你不是已经完全不和妈妈爷爷牵手了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啊，对了，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差不多就不牵手了。哎，真的吗？还不是因为我们家有了你呀。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羡慕可以牵手的小丸子呢。不过我都忍住了。的确是这样的。这么说起来，小丸子，你没有弟弟妹妹那真是太好了，现在都还能牵手，对吧？说的对，而且那个时候姐姐已经长大了，但是你呢，却连走都还走不稳呢。就算现在你还是个小孩子。不是，我不是个小孩子了，我现在已经不要牵手了，不再牵了。我现在也已经长成大孩子了，你们别小看我。这有什么好较真的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吃完了，去做功课了。我也必须开始做晚饭了。对了，小丸子，去买块豆腐。现在去嘛。你不是说你已经长大了吗？摆脱了。切，抓我的画饼真讨厌。这个吃完就去哦，买棉豆腐，摆脱喽。好了好了。爷爷，秋天到了。秋天到了。一直以为握着的手永远都那么小，那么依赖我，结果每当季节更替，那只手就长大了一些。我们不也是越来越老了吗？我一直牵着那小宝贝的小手，现在越长越大了。既然是宝贝，那就放在心里的宝盒里吧，对吧？放在心里的宝盒里，可是好寂寞呀。真是的，妈妈就会使唤人做这做那。 Baby， 你要去哪里？不去哪里，你看，我要去帮妈妈买豆腐。帮人家买东西嘛，真是好乖呀。对了，花轮同学，有件事情我想要请教一下。什么事？花轮同学平时出门会和秀大叔牵手吗？才没那回事呢。因为我们经常都是开着车出门的嘛。是吗？是这样的。这么说，你爸妈回来也都是开着车的吧？那你们没有一起牵手出过门吧？说的没错，而且我爸爸妈妈都是工作很忙的人，他们两个都不怎么回来。看来大家都没有再牵手了，那样的话，我和爷爷还是手牵手走路，确实是很奇怪的事呢。No， 并不是这样的。英同学和爷爷牵手一起走路的样子，看上去不是很棒吗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？是这样吗？是啊，对吧，秀大叔？是啊。每次看到你们两个人牵手的身影，就会让人觉得很温馨，让人心情很舒畅呢。你们两个牵手的样子真的是很自然，很亲切哦。自然？对，自然 ，nature。没错。是吗？原来也是有人这样想的呀，总算安心了。我们不过是把自己所想的直接说出来。谢谢了，花轮同学，秀大叔。那么，我们明天学校再见啦。再见，再见。谢谢光临。文芬，你想吃什么呀？你这孩子从刚才开始就笑呵呵的，因为很开心嘛。吃牛肉饼吗？太棒了。下午好。买东西呀，真乖呀。再见。路上小心。我回来了，豆腐买回来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
苦你了。我说姐姐，挖耳朵这种事情你自己也能做的吧？在等你把豆腐买回家的这段时间里，妈妈就帮姐姐挖一下嘛。哇，真的好舒服呀，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呢？躺下来。妈妈的身体好柔软呐，这种感觉真是好舒服。永泽同学其实也是想牵手的。什么嘛，这样跟你们在一起不知道可以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什么时候都可以，永远都可以在一起，手也是永远都牵着，和爸爸妈妈爷爷还有奶奶一直牵着。哎，不是说不要牵手了吗？还是牵着手吧，永远永远牵着。那样一直牵着可是不行的呀。难道你想长大了以后也不嫁人，一直赖在家里缠着爸爸妈妈吗？那我可就烦恼了。哎呀，这孩子真是的，居然睡着了。万子，小万子，爷爷好寂寞呀。不管是哭着睡了的爷爷，还是躺在妈妈大腿上睡着的小丸子，相信睡醒后就恢复原状，又会手牵着手一起出门了吧。虽然校园早会上会有校长先生冗长的开幕致辞，但运动会上又去比赛又去当啦啦队，这里变成了很热闹的地方，家人和便当是最大的乐趣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，运动会和便当和小丸子和校长室，好好期待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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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